下一片似惊梦，千辛交多游子先生，大小姐，先生好心思呀，都是到院中先去带字来了。先生叫我们写诗，我们都写好了，请先生校正。等我宽来。东风夜夜苍日雪，雨露片花金色雨。二小姐就是喜欢游玩。哎，摘西风雷千字同，行花杂意催满头。嗯，你精神好。不过二小姐正着青春年华，虽有一时，不可一味一看完。妹妹，先生言之有理。哎呦，你们俩呀，总是一搭一档，一红一唱。妹妹，好了好了，我是看看弟弟的打坐，先生一定十分中意。妹妹不可失礼。先生，此乃有生有言，为儿得志，请先生指正。先生，自动。
先生大小姐。Cheers!
Thank you.
会今宵明月早过家。Thank you.
妹妹
明把事咋做细修会不弄独先生。
冯小姐那钻花大楼是财神。千金先生啊，绿树开花悄无声，秋风都是啥花纹，是那个笔在石绿红戒指，要问你满腹金门的张先生。怎么问起我来了？你细细想来，细细想来，细细想来，柳丝开花，秋风都是石绿金枝花秋枝。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心里明白？他莫非来刺我？哎呀呀呀，小姐呀！上次前任生先生继续对妹妹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高兴。哎呀呀呀呀，大小姐你也算绝非切莫之辈，只要你哎呀你快也分的不像我了。大表弟，大表弟不好了，老爷来信不仅仅别要回来，老夫人难以交代，接得再来俘虏，你要带二小弟同用家法。他与云在身反应，陈爷快去母亲睡下旅行，我马上去。那你要活累呀，张先生，妹妹危在当时，眼下巨神要紧。对，眼前必定是小巨神是他，腹中都是女流之辈，谁来相聚于他？唯有先生你我对，我是他的先生，怎能见死不救啊？看来妹妹已绝对无路，只有拜托先生你了。好，你看我能做些什么？是要报答母子病恩，只有请你带妹妹回家去吧。
哎呀，爷爸，只要你心里明白，不是故，不能理解你的妹妹的一片心。哎呀呀，不是这故意思，我天哪！小姐，哎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绝对不行，老夫人啊，做亲生过做不要一次，哎，笑。你骂他，我小子人伤风霸作气，气得用的。Thank you.
黄连花难诉，老夫人一巴掌当得我满肚呼，要发呼难发呼，自己的药生要保护，我是当不门牙不理也，想把小姐打成夫，回到家中骗老母，只好冒把猪肠呼。不能惊动谁好啊！哦，你好好歇歇，我就替你等一晚，跪一晚他啊！先生，你好好歇歇。先生，我来。我来，我来。你好好歇歇，好好歇歇。张先生。
未能回来。母亲枉在生我的气，母亲正欠送进礼房。姐姐啊，那么你呢？我也往好。妹妹，听说你生了个脑孩。弟弟，你来看。
Thank you.
求问。正是，他生有令，叫你捉拿回案。我身犯后退。你怪骗两家女子，你们无凭无据，诬陷好人。我们是奉了谢长廷大老爷之命。你等个未康。是哪一位大老爷？姓人本愿吴木贵，谢长廷大人。
要功名，得了高官便不思娶亲，翻脸不起。
老爷夫人，你这一趟去老爷夫人哪个寺院嘛？老爷，老爷。
Thank you.
当初八十来八头，也怪你们老爷不负人哎。大小姐银子出身毛是落地，相当一眼眼一眼眼啦。心情中的神灵暗中来救出。错错对对，